短片经的拍摄的第五天，哎呀，有点记不清楚，第五天，然后明天还有最后一天。那今天的戏是在修车厂，就是在我工作、我的生意啊、我的店的那个地方的发生的第一场戏和最后一场戏啊、现在是6:50，快七点了。今天我们继续跟另外一个演员去卡普，一起过去。昨天一天的戏拍得比较轻松，因为全是在公园，然后整个节奏啊各方面都情节方面也都比较简单，所以都比较顺利，戏也不多啊、所以我们去的比较早，然后收的也比较早。今天的话也还好吧，就可能下午最后的那场戏可能会要抢时间，要抢那个 magic hour， 就是黄昏那个阳光那个时间，所以会赶一点，时间紧迫一点。到了。拍摄第五天，然后修车厂。是这个吗？就是这个。Hello， morning。又回到了我的修车厂了啊！那个之前我在拍摄前来这里啊，跟这个 Galen 学过一下啊，然后他教我啊一些修理的东西。然后也体验过这边的一些环境，还有怎么去弄这些，熟悉了一下环境吧。等于说，那今天就要开始拍了。啊，对，我是说最后你已经对，就要回来把钥匙再给。车钥匙有吗？不知道啊，试一下，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这样。对。晒太阳，晒太阳。All right, so speeding is the room tone for Jean. 中间的我只能用，赶紧把 LED 拿出去吧，最长的 LED。我倒是可以让那个。Okay. All right, the first day. Settle. All right.
check for your marker. Thank you. And we're set. So I'm set.你得走啊。你仔未過嚟送你嘅？哦，佢今日要翻學，咁佢幫我叫咗堂車。你個女走咗。走咗。你在中间。哦，这个有点。对着这里。来，你在录音是吧？正在拍片。
杀青喽，回家喽，回家喽，杀青了。I'm done for the day， 两天 ，two days， 好快啊。OK， 明天我最后一天，我也杀了。你已经六天了。